林千羽 Coffee 在2008年曾经在游戏节目《二分高下》中担任星之天使雪梨儿为人熟悉。昨日 Coffee 在社交平台上载了和其他星之天使的合照，当中蓝妹刘莉除了有大长腿之外，更加露出腹肌和摆出 S 字型的姿势，好苗条。其实刘莉在 TVB 的时候已经是风头等，更加同周卓华曾经有过一段情，但最后不了了之。而刘莉在2014年让满 TVB 之后回归现实，转行做售货员，之后更加转到去时装批发公司担任客户服务员，最后在2019年加入保险行业工作至今。